生之困之，成功之义。这一句经文呢，是出自《中庸》。在《中庸》呢，啊，里面呢，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 或勉强而行之，及其,其成功意也。那么，这个《中庸呢》呢是儒家的书，我们呢来用佛家的解释这段《中庸》的经文啊。我用佛家的解释啊，我喜欢用佛家的角度呢啊来解释这个儒家的书呢，那个意境呢跟那个味道都不一样。《中庸》里面说啊，我们知道《中庸》儒家的《中庸》事实上就是佛法的。 不二法门啊！我们讲中庸之道嘛，不落空有两边啊。中庸里面说啊，或生而知之。为什么人一生出来就知道呢？这在佛教解释很简单了啊,啊。他过去生的欣喜嘛，过去生所欣喜的啊，他的这些啊。 这些知识学问，我们俗话说“书到今生读已迟”啊，啊，以前的过程就欣喜了，就是生而知之啊，啊，所以你看六祖大师，他就是生而知之啊，他他他早就成佛了，他成愿再来，他不认识字啊，他也没有读书啊，也没上过私塾，也没上过小学、啊。 以前没有小学的，以前都是私塾的。但是你看，他挑木材到客栈去卖给客栈的客人，听到人家送金刚经》，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豁然顿通，进入那个一真法界的境界。他这就是深厚之资啊！啊！所以你这一世如果读诵经典，比如说你读诵《无量寿经》三千遍，你读诵《金刚经》。 你读诵大圣经典，你来生他是成认再来。你遇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善知识引导你入佛门。你一翻经书，马上恢复到以前那种欣喜的智慧，就现前了。啊，以前我们老师跟我们讲啊，你这一辈子啊，欣喜波璃啊，佛法的波璃啊，如果你欣喜四十分。 但如果你没有及格的话呢，你四十问，你下次再来。如果你没有去极乐世界的哈，啊，你你下次再到人间来，从四十问，从四十问开始修起，啊，这是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那有些人是什么？要经过教学，而他就是明白了，啊，那学习就很强了，啊。 所以，有些的，不管是学儒家的，学道家的，啊，像我认识一个朋友啊，曼伊师啊，我也在讲课里提到他，呵啊，这曼伊师本身是学佛的，他也是修福报啊，他过去生呢一定有学习过这种中医救人的行善布施的福德，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就遇到很好的老师的带领他。 啊，那他现在呢？他现在在在帮人家针灸的时候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呢，江松的董事长提供一个场地给他做一个行医的场所。他就认识一个道家的这个道士呢，才二十几岁而已，他就讲这个故事给我听了。他说他这个年轻的这个朋友呢，从从懂事开始读书的时候呢，就跟他爸爸讲说呢，他要当道士，<laughs> 他想要当道士，现在真当道士。 还开了一个宫，道家的庙啊！哎呀，真做道士，而且道家的经文他都会诵，那这些法事他都会做，这些道家的仪轨他生而知自之自。过过去生欣喜的嘛，他过去生就是道士嘛，啊！所以呢，有些人呢，过去生他是出家人，他到这个人间来的时候，他就会遇到那个善良。 像心灵大师呢，在年轻的时候才几岁，五六岁的时候，就在这个我们国内呢，哎、欸，好像是在南京或是上海，他就遇到一个师傅啊，那个师傅就是，哎呀，小菩萨，我带你到佛寺去好不好？他说好，他就跟着他走了，那他就变成沙弥了，成为今天的啊心灵大师了。这叫什么？这生我之资啊！ 我们说他是成年再来的，啊，那我认识的，我们万人念佛的至成法师，啊，他俗家的父亲叫本悟法师啊，他们一家三人都出家了，啊，他的母亲也出家了，那本悟法师，本悟法师还没有出家前是开素食馆的，他生了他这个儿子至成法师呢，十岁的时候参加。 台湾中部的妙莲长老的零零三世，佛学夏令营，他今天参加夏令营完了以后，就跟他妈妈讲说：“我不回家了，我要住在佛寺里面，我就剃度出家，变成沙弥了。”他唱诵非常的好，我们万人念佛的唱诵，大家都知道，他当大会为脑，他生而自知之啊。那么有些呢，会学而自知之，啊。 他的秉性呢，特别的伶俐，啊，遇到好老师给他浇水，马上就回复。就我们卓永山老师，啊，年纪轻轻的就知道去亲近李炳南老师的台中联社，他在读中心大学的时候，他就亲近台中联社，在那边学习伦理，扎下非常根深蒂固的这个基础，啊。 然后呢，亲近进攻老法师，心系佛法的基础；亲近台中联社，心系儒家的基础。你看，他在二零零九年就参与老法师的啊安徽啊庐江的国学中心这个工作了。他说什么？生而知之啊！啊！ 所以他只要一亲近善知识，他邪有之之马上就明白了解啊。或困扰之之啊，有些呢是要怎么样呢？在极为艰困之下，受了很多的挫折啊，受了很多的打击，比如说他生场恶病，发了一个愿以后啊，决心呢？ 要去改造他自己的命运，啊，这个叫困而知之,之。后来呢，亲近佛法，亲近儒家，后来也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啊，或困而知之,之，及其知之一也。那这个知呢，都是本有的，见闻皆知，本有的自信开显出来。这个知之,之一字，在禅中讲叫众妙之门。所以这个知呢，就是我们的灵之心。 我们的自信，我们的本性，及其知之意也，它之内是平等的。啊，你过去生欣喜多少，那么这一世到人间来，就生而知那个、那个、那个开显出来的这个，我们这个自信的大吉大用，就很快了，就生而知了。 那有些经过学习，他才能开显出来；有些要经过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障碍，他才会最后才明白“就困”了，之之了。啊，所以这个“知”呢，你要从觉悟自信、领悟自信这个角度去去去谈呢，那就非常的容易明白啊。那跟过去生的欣喜有关。 啊，过去兴起的这个多啊，跟这个深呢，那这一次他悟的速度就快啊。或安乐行之，那有些呢啊，可能他必须啊怎么样？或安乐行之，或力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 有些人他自然而然就很容易去实践，很容易去利他，很容易去实践，很容易去落实，很容易去做到或安乐行之的、啊。那有些是怎么样？有些是要有利益他才愿意去学呀、啊。比如说他因为生病想要求长寿，去学放生，他最后才会吃素啊，他才会去实践不杀生啊。那有些人天生就是吃素的、啊，他胎里素啊。 啊，或安我行之啊，是，或利我行之，他一定要有利益啊，他才会去实践、去落实。或利我行之啊，啊，或勉强或行之啊，那有些人业障比较重的、啊，那他就没有办法了。啊，极其成功的但是他不管是安我行之，或者是实利我行之。 或者勉强行之，到最后还是能够成就这个功德、成功一也。所以这一段儒家里面《中庸》讲这个“后生而知之,之，后学而知之，后困而知之,之”呢，及其知之一也。啊，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呢，及其成功一也。这个我就引用佛家哦。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呢，《分身集会品》第二里面就佛陀这段开示呢，跟这个地方很很接近。在这个《分身集会品》第二里面呢，这个经文里面，佛陀就告诉啊，这些倒立天宫这些这个地藏法会的这些菩萨摩诃萨，他说呢，地藏菩萨呢。 地藏菩萨啊，以五浊恶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啊，舍邪归正。地藏菩萨呢，来调伏这些刚强众生，让他们能够舍邪归正啊。十有一二，还有一两位呢，还没有还没有办法被地藏菩萨渡走。 善恶习在，为什么没办法？没办法调伏他呢？他恶习气很重，善恶习在。但是地藏菩萨还是没有放弃这持有意二这一两位，无一分身千百亿，地藏菩萨还是分身千百亿，用各种方便的法门，广受方便，广受方便。所以，我们行菩萨道，各位一定要记得。 我们如果没有正法，我们说啊，他怎么这样度众呢？也说不定他是地藏菩萨分身的，他广受方便。所以《地藏经》里面特别强调这个广受方便，代表地藏菩萨的大慈大悲，广受方便。那广受后面做什么呢？来度这些刚强众生。刚强众生里面有分成四四种类别。 第一个，或有力跟文字信受，啊，你看我喜宴向观菩萨求儿子，我就喜宴吃素了，我马上就就是接受事实了。或有力跟文字信受，有些人根据很力的，他一听马上就接受了，文字信受，马上就相信，马上就接受。 像我们金空老法师，他年轻的时候就跟他母亲分开，啊，分割了几十年呢。他的母亲到香港跟师傅上人相会，师傅当时在香港呢是讲经，啊，那他的母亲到了以后呢，跟师傅讲，啊，要吃鱼。那金空老法师呢？ 他非常的孝顺，非常的听话。虽然他已经现出家相了，没有任何一计违逆之心。他马上叫弟子说：“好，亲满仪给我母亲吃。”这就是我们没有智慧眼了，我们不知道师傅的神通智慧哦。结果，他的母亲在佛寺住了一段期间以后，因为佛寺都是一定吃素的嘛。 他母亲要离开以前，跟净空老法师说：“我从现在开始，我全部吃素了。”这是菩萨在表演。菩萨呢，游戏人间。啊，你看他就是有立根，或有立根闻戒信受，才住几天的佛寺呢，那个立根马上开显出来。或有立根闻戒信受，或有善果前欠成就。 有些我们的眷属，我们的联流，总要经过很多的善巧方便，我们给他苦苦的劝导，勤劝嘛，要常常去亲近他，常常去帮助他，或用力行，或用同事，或用爱或用布施这种四摄法，去把他接引到佛门里面来，勤切成就，最后他也去受三归五戒了。 啊，勤趁成就，像我默写这次办万人念佛，那么国内很多年流呢，到台湾来参加呢，要参加受戒。我们后来呢，万人念佛结束以后，到圆通寺呢，请求果心律师呢受五戒菩萨戒、犯往生菩萨戒。那在还没有去以前呢，就很多我们国内莲友就跟我讲：“老师啊。” 我有受过菩萨戒，我不想辞了，菩萨戒太严格了，我想舍戒。<laughs> 他说：“我到圆通市啊，我要跟师傅讲说我要舍戒。”他们不敢报名，不敢受戒，所以他们是报官礼。所以我们受戒的人大概有一百一百个不到，观礼的也大概有一百个。最后跟告诉各位，最后经过清宫和尚的开示。 还有经过那个圆通寺的互助时，信德法师开始全部都受无戒，全部都受菩萨戒了，勤俭成就啊！他们也在问信德法师啊，这个戒条这么严，我们会破戒啊？信德法师呢，啊，这个粗犷长舌啊，这个把佛陀自戒的精神讲出来。 感动了大家，大家呢愿意放弃这个习气毛病，啊，信受奉行就愿意受戒，这叫勤俭成就。或有安顿酒化方归，就是刚才讲的；或困而自知啊，或困而自知，或勉强而行之啊，这要去领悟很困难。<laughs> 我们说啊，我很驽钝，我就悟不出来。别人读一百遍，你读一千遍。 别人读一千遍，你读三千遍，或困哦，就是你最后还是有领悟啊，你最后还是可以落实啊，最后还是可以做到啊，或勉强而行之啊。就这里讲，或或有暗顿酒化方归啊，啊，或有业中不生净量啊，这个在这一段里面是没有啊，中庸这一段里面是没有啊，啊。 他最后是或困而自知嘛，或勉强而行知嘛，啊，啊，所以呢，我我用引用《地藏经》这一段呢，啊，来这一个告诉各位呢，就是说，佛陀在《地藏经》里面讲说，如是等辈众生呢，个个差别，分身度脱啊，众生呢。 个个人的善根福德一年都不一样，根气也不一样，啊，嫌疑也不同。有些人就是慧根恒利，有些人就是比较啊愚笨，啊，所以呢，在《伦理讲要》里面，祭祀第十六，李炳南老教授，他里面就有这样开始。李老师说啊。 孔子把人的知识呢分为上中下三等。孔子把人分的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人呢是生而知之，他一生下来就知道一些事理的。啊，这一等的人呢是学而知之者，他虽然不学不知，但是一学就会。啊，李炳仁老教授的学生里面呢、啊。 啊，老法师曾经在讲经讲过，老法师只听李炳南老师讲《华严经》讲一遍，他就会讲了。老法师就会讲了，老法师就是什么？老法师就是生我之上等的人自知，生我之师。徐喜明老师啊，醒功啊，老法师说啊，他喜欢做笔记。朱家林老居士呢？ 啊，编这个章札，哎、呃，编辑这个章札上一报经讲义的，啊，周嘉林老师呢，也是学工施工啊上人的学生呢。老法师刚,刚当时就有讲，这个周嘉林老师呢，跟习炳明老师的都有做笔记，但是李炳老师呢，就不让进空老法师做笔记。他说呢，你应该听我讲这部经的义理。 李炳南老师呢，他就是像地藏菩萨一样，啊，他能够呢用关机度教，所以老法师呢，他就是生而知自之自。那习近平老师呢，他很勤奋的做笔记，但是现在也总算传承了李炳南老教授的伦理的这个法脉，啊，所以呢。 上等的人生而知之，他一生下来就知道这些事理；次一等的人是学而知之，啊，他不学不知，一学就会；又吃一等的人呢是困而学之，要费很大的功夫啊，把他教授他才会有所领悟，啊，才能够学会，这叫困而知之啊，勉强而行之啊。所所以，孔安国注呢。 困就是未有所不通，不通是什么东西呢？心智未开，机缘未到。心智不开，但是他能够发奋求学，人家学一遍就会，他学一百遍才会。能够这样苦学，也能够成功啊！所以前面有讲说，或勉强而行之呢，及其成功也呀、啊！啊，勤能补拙啊！ 就如《中庸》所说的：“能一能一能知己百知，人十能知己千知啊！果能此道矣，虽以必明，虽柔必强。人家读一遍，我读一百遍；人家读十遍，我读一千遍。如果你懂这个方法，就算你很愚笨，最后还是会开智慧，虽以必免。 啊，虽然你的学习能力非常的弱，但最后还是非常的强，虽弱必强。最怕是什么样？困而不学，民师为下矣呀。最怕就是什么？你遇到困难就不想学了。所以李老师说，李炳老授说，欢迎困难，欢迎困难，困难越大，功德越大。呵呵困而不学呀、啊，民师为下。 那就没办法救度了。天资既然钝，又不肯求学之名，那是最下等的、啊，不能称为学者啊。